哦，我是来自台湾，但是在新加坡加工了很多年的陈明佩。有人认识我的话，掌声来一点，让我知道一下。还有，听到你们的掌声，就知道你们已经相当的乐龄了。怎么讲呢？我在新加坡相当久的时间，台湾呢长大受教育，在新加坡后期加工 ，modify in Singapore。但是呢 ，I really like Singapore， 真的，尤其是要感谢，哎，这个一年一度的华语节，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，这个是地标哦。有人说这里是什么榴莲壳，又有人说这道是翁来，翁来是这个艺术翁。榴莲呢，虽然有点臭，但是我现在因为榴莲，我就爱上了新加坡，所以来到了 Esplanade 滨海艺术中心一年一度。陈明佩非常的感谢，哇，他们会点到我哎，我唱在孔兰勋的后面，我甘丹哦。人家说年龄只是数目字，他是坐六望七，爱七早为六，我呢永远二十八为老哎。你看，同意。同意的人，这个拍手的人就是通通同意啊。那么新加坡呢，很多的祖屋都是要二三十年之后都要翻新，那么我保证呢都没有翻新过完整呢啊。人家说女人要经久耐看，百看不厌，我是其中的那一个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很开心在十二年的时候用这首跆拳道跟大家贺年啊。你看我在这件衣服呢压在箱子里十多年没有穿了，但是今天穿起来漂不漂亮？金光闪闪，哇！我喜欢那块跟他昂包哎，啊，金大包哈。那么刚才这首《财神到》是一开始来跟大家拜年，我的福建话哈、啊、讲的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流利，但是我待会儿会用福建歌、华语歌、老歌、怀旧金曲来跟大家回味，让大家跌入时光的隧道。年龄算什么？对不对？永远二十八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第二首歌呢，也是一首，人家说在喜庆开心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。这个歌呢，在蛇年的时候呢，我才来跟你祝福。等一下才讲跟蛇有关系的祝福的话，先用这首歌曲《好预兆》送给你们 ，Good luck for everyone。